直升机吗？这里是直升机的飞机场，不是飞机场，直升机场。小弟，你有坐过？啊。坐直升机看大洋路。坐直升机。这个风也蛮大一下，165块。我们上次坐那个是120多，哎没有。100。100。他现在油费都涨价了，你也涨价。可是他涨也不会涨那么高啊。165。还要分开坐。还要分开坐。只要分开坐，不能接受。对啊，不能接受分开坐。接受不了，怕死。看一个，他给你，等一下给你一个人去坐一辆，我们三个人坐一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？没有啊，人们从走路过去啊。哦。他就在对面呢、啊。哦，OK。你还以为在那里啊？就是这边走路过去就行啊，过一条马路就是了。看。好啊。我们有坐过嘛，在那个坎培拉。啊，你看这个，现在我们从这边走这条路，看这边。然后回来再走这条路，看这边，走，2.2K， 30分钟，到一些个小时 ，Let's go， 小心毒蛇啊 ，Watch snake， 注意脚下。没有人在偷电火车。有毒蛇？你口罩对毒蛇有用吗？注意有蛇！这个是种什么？什么草来的？这怎么在这个旁边这边走？会不会走回去？刚好我们看那个东西的地方，会不会走回去？刚好我们看的那边的地方，上面是马路，下面我们从这路下走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条还对了。你很久没有动了啊！啊，这个也是叫 warning。
不稳固悬崖，小心有蛇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十二门徒，十二个。那十二个门徒是指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耶稣的十二个徒弟。哦，造成的。耶稣有十二个徒弟，这里刚刚好有十二只，所以他就叫十二门徒，代表他们那个十二个徒弟。那个是在欧洲，这个是在澳洲，这么远，变到这么远来啊。哦，好像倒了一两只啊，剩下十只而已，没有这样多只哦，倒掉。这个是这边的主题。那个。那个角度，一二，不能过去了，在维修了。倒塌了，那我就走到那个方向去开一下。